传送之中的古代机关能够使成个从达利亚克传送到艾斯纳尔地表的各个地方，其实目标然后出发。乱说你可以通过暂停取当回到 OK。我目前好像也只能去这一个地方，不是吗？走吧。叽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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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回复生命力的手段 ，OK， 请做好安排。康复人员，补给按照以及士气。TC OK， 我康复越高就越好，是不是？好，明白。暗影猎手和剑术家可以使用哑铃，对你目前没有侦查前方我可能会遇到的事件。了解。早安哦。哇，我到第二章了，也太快了！等一下。一般那种地标拖回来的家伙不愿意再丢上去一次。我猜我就是不长记性，上面危险不只有青叶和疯狂的动物，失落危险好了。幽灵常会被你吸引，一上去就会被他们盯上。总之上面基本上什么东西都在你的命，要保证领队能够侦探陷阱。包括天然障碍，还有幽灵、青眼和疯狂设下陷阱。嗯哼，录影，好，没问题了。通过测量鬼物来判断幽灵是否接近，显示数值。就要离开那街区。活着回来最重要。好，要让领队在前面啊，还要能侦察到陷阱。我办法换吗？哦，这是近点，先不说这一个，我怎么换的呢？知道我们在运动，这是我在吃云音，不，我们直接走过去。干过一次，不知道会犯什么周期。这女人也太扯了吧！然后他就站在前面呢，这样子都没问题吗？算了，你，呀呀呀呀呀，这样子好了。犯人开，今天娱乐期特别热闹了。我叫戈拉尔的幸会，我是为了和平而来，一个想卖东西商人。你怎么穿越宾利的？好吧，你最近真的，你看到其他人都在追你吗？一个女人，高跟鞋，黑皮肤，样子很迷人。天还是让我们找人来叫你。虽然大方不是做慈善，我可以给你们发现，你居然付出代价。不是重要的东西，一个钱。哇，为什么那个东西那么多人找啊？你为什么想要这个东西？
但那个东西我们那边也是有人要哎，所以我们要跟他成交吗？我不做承诺好了。好，可怕的是，附近的马尔多嘎讲着江大有林冰控制他，真心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人。在这个堕落幽灵以及嘎渐渐发疯，我不知道他危险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好，我直觉好神奇哦，一个幽灵还能讲话。害人街，哎，这幽灵，他不是又飞过来的哦。我觉得我可以用这一个，我看一下三号线是不是？六号线有中到，我看一下啊，造成一点伤害并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我觉得这个应该不需要。先打四号好了，打不到哎、欸，对吼，你人进站，我忘记了，对不起。哦，对所有目标造成两点伤害，好像可以。那个四号也太远了吧？那什么屏障吗？哇塞！这个人太扯了，我觉得这个人太扯了。你别打死他。他是无辜的，他在砍前面两个，哎，先砍死这个好了。OK， 砍掉哈。OK， 都给，先射死他吧，应该 OK。哇，射不死。不知不知，有最后一只啦，就随便打啦。为什么？每个都打不进去耶 ！What the？ 问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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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对啊，你是怎么踩上去的，小姐姐？我都让你走在前面了，两条路哎。每个区域大概有十条接口，地图看看现在的位置，出口才能继续。至少有一个遭遇事件，发现的时候显示出来。至少五个区域达到达 BOSS 房。怪现在你现在无法失效，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现在下面，然后我们有两条路可以走。哦，我走这里吧。
是什么？打造各种新物品，有些无法在商人那边购买。你需要打造新物品所需要资料，就在物购栏里。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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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OK。但我们现在应该没有东西可以做吧？我们那么的可怜。以后吧，走吧。为什么这边会有门啊？木板。哇，活力减二。我说这位姐姐你到底行不行啊，姐姐。垃圾，垃圾就不要好了。种子可以拿，金属可以拿。所以我们又这样子走回来了。OK。呀，我东西可以做吗？哦、还有东西可以做吗？应该没有了吧。好，走吧。下个区域，下个区域。不是吧？又中哦。回忆，回避，回避就好，回避就好。我有一种，你好活人，给来看看货。哈，孔方已经冻伤，等一下哦。其他现在的状态我看不懂哎。哦哦，手抖。有自手抖的东西吗？哦，有，买一个。然后再一个火力要买吗？这个跟这个好了。好，呀，我在家里，又是两条路。哦，等一下，所以我就是可以这样咯。这地方还不够安全吗？等一下，可恶。好，一只。痛痛痛痛痛痛痛。啊，那个是我盲了吗？好，可以。迷昏药。呀，不对，算了，是中了什么？恐慌。一个龙骑士有恐慌，有点奇怪。这什么火萤吗？哦，看护人员单是他。所以我在这边可以用东西，是不是？好像是的。
去拿去。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好，我发现到左下角那个蓝蓝的已经越来越高了。呀，我是走错路了，中间上去。这里吗？可以啊，这里的话是下去啊。哎，那我要怎么上去啊？哇，来了！疯掉的孩子们，哎，不要打我弓箭手好不好啊？幸运这一个也 OK 吧？OK。能不能打掉后面那几个啊？保险一点，打掉后面这一个吧。两滴，两滴能做啥呢？你告诉我，先喊着他吧，还有他吧。OK， 呀呀呀呀呀，有点不太妙，需要只扣一滴，先打死他，可以的话，差一点点。OK。一下还好还好，先打掉后面那一只。OK， 安安哦。哇，我家小姐姐要被你打爆喽！别再打她喽。OK， 可以了。幽灵，呀，我在哪里？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我走哪里都不太对啊？喂。哎，这游戏好难玩哦！我有点想回家了。我觉得我人会死掉哎。
觉得我还没有找到那个妹子之前，我就先死在这里好了。又是范围伤害，你们有毛问题啊？哦，暴击还暴击耶！我的天哪！对啊，我现在有点好奇是，我想走出去啊。我觉得好像要死欸，无法更改。天啊，我不太会玩欸，完了。完完全全还没走出来。哦，幽灵好多，为什么？我觉得这游戏太难了啦，对我来说。还暴击？好，我们要注意的各位。哦，死呆子！啊，有人要掰了！姐姐。